大家好，我是2012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杨川怡。在有了这段人生经历当中呢，我发现多伦多华裔小姐这个头衔在我未来的 career path 帮助我良多。现在我是一名台湾的独立设计师品牌设计师，想要跟我一起体验不同的人事物吗？2019年华裔小姐现在开始报名。2019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，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